有一个助教的革命课程就来学校，不过这样的天气真的太好了，实在不应该来学校，而且应该要出去玩才对。你们看这样子的天气怎么可以来学校，应该要出去玩啊，超美的耶。我还想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今天早上终于预约到 ENT 的第二剂疫苗了，预计会在这个周五去诊所打疫苗，根本超级漂亮的啦。然后今天想说天气很好，就走路上学，不然平时我是可以搭校内公车，因为它很多走路。正大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摆脱不了，就是上学校去学校要爬山的宿命。之前啊，在明传也是要爬山。因为传播大楼在最高楼，然后现在在政大呢，传播大楼也在山上。昨天的好，我们中午来吃些好吃的。
手里面排名第一，每一次来必点，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它里面呢，除了有天妇罗的虾，还有那个沙拉，鲜虾沙拉，所以其实蛮划算的一盘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炙烧照烧鲑鱼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鲑鱼，然后我也喜欢有炙烧后的那种香味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个鲜虾的寿司，它这个沙拉啊，就是刚刚那个手卷里面也会有的。最后这个就是坎兹胡麻鲜虾寿司，真的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，推荐大家如果来吃藏寿司的话，都可以点一下这四样。现在先来吃这个。吃下去会吃到满满的那种炙烧的香味，还有鲑鱼很柔软，一入口就会化的那种感觉，真的非常好吃。现在要来吃这个手卷。现在又来。它的天妇罗沙虾很脆，然后又有沙拉的那种清爽，所以这样综合起来吃的话是非常好吃的。接下来吃的是这个，它的那个卡司啊，其实是红葱炸红葱，所以也很香很好吃，搭配胡麻不会很油腻，很清爽。自从啊藏寿司来到台湾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去吃过这种店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藏寿司真的比较好吃，而且最重要是有我最喜欢的炙烧鲑鱼。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寿司餐厅，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会找机会去吃吃看。大家又点了第二个，真的很好吃。抽到那个牛蛋。